仔细看，一头斑马正对小羚羊痛下杀手。究竟是马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，使得斑马做出如此恶毒之事？母羚羊摆动羊角，上前就要理论一番，奈何周围斑马数量很多，根本分不清究竟是谁下的手。两只羚羊上前查看孩子的状态，值得庆幸的是，小羚羊伤得不重，踉踉跄跄地重新站了起来。本以为斑马会就此作罢，没想到他再次直奔小羚羊而来。要不是小羚羊闪躲及时，恐怕会被活活踩死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真不知这么小的羚羊到底是哪里得罪了斑马，会让他们如此痛下狠手。母羚羊护着羚羊宝宝，只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同为食草动物，本应和平相处，互帮互助，没想到斑马们个个蹬鼻子上脸，穷追猛打，一副非要置对方于死地的架势。斑马攻击羚羊幼崽的行为着实让人不解，看完你还会同情那些被鳄鱼咬得皮开肉绽的斑马吗？